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来看一下今天的 Epic 假期特卖免费游戏哦。那一样是首页往下拉哦，《暗影火炬城》。那这个在12月30号之前每天会更新免费游戏哦。那领取期限都只有一天，记得在期限之内把它领起来。这个就类银河战士的游戏嘛，喜欢哦。喜欢玩银河战士类型的话，记得一起来玩一下。应该有中文吧？哦哟，简体，诶，为什么他要写两个简体中文？哦，语音有简体中文，文字有繁中简中，好哦。啊，然后它有 Steam 页面哦，极度好评81%，繁中哦，我还没有打折嘿，中特还在这么硬哦，看一下有没有负评，我看一下负评讲什么，一定会有负评吗？哇，16小时哦！又 流闪退，为什么负评都流闪退啊？我开发人员回复：Win10 版本，好吧，为什么有负评的大部分都是闪退什么的？如果那个游戏的负评不多的话，留着也没有回。OK，那差不多这样，记得在那个期限之前把它领起来哟，要求。我忘了开新分也要。记得期限之前把它领起来哦，大家拜拜。